啦，就系要讲呢一个嘅特朗普系终于就正式落台交接啦。咁就即系除非我啊估错，即系我好期望我估错啦。咁但系基本上其实都已经系即系尘埃落定噶啦。咁亦都好意外，我算系香港咧最早一批咧系支持特朗普嘅人咧，系已经即系接受咗特朗普落败嘅事实。而绝大多数嘅 KOL 咧，去到几个一两个礼拜前啊，都唔好讲几个礼拜前啊，仍然系不停喺度讲特朗普会翻盘，特朗普会翻盘。咁点解会出一个咁畸形嘅现象咧？呢、這个就我想去讲。即系当然啦，今日咧，其实我首先咧就想咧系拎咗嗰个嘅即系梁启智啊，即系呢个人我已经唔止一次批判佢噶啦。咁就喺即系苹果咧就写咗篇文啦。咁其实咧呢一班嘅我所谓香港嗰班嘅社会精英啦，好多都系啲左交啦。咁其实就一路都系偏袒民主党嘅。咁之前咧特朗普嘅升手性嘅时候咧，佢哋就唔敢夹个头出嚟嘅。咁而家咧见到特朗普落台啦，咁梗系打落水狗啦。咁佢就写咗一篇文咧，叫这是一个可即日验证的预言。咁嗱呢篇文咧，我想讲咧，我点解要特别拎嚟同大家讲？因为咧佢有一半咧，其实我觉得佢某程度上系讲得啱嘅。因为佢批判嗰啲 Trump 粉咧，即系嗰种逃避现实啦，嗰班黄标 KOL 啦，系甚至系我识嘅，即系唔好话我话，即系咧，即系甚至系去到，即系唔好讲咩，即系嗰啲咩，即系 XXX 啊，或者系即系其他嗰啲黄标 KOL 不停咁迎合，即系呢一啲咁样样嘅 Trump 粉咧，去讲一啲阴谋论同假消息。甚至连我 friend 嗰啲人咧，即系林康正嗰啲，都其实都无可避免都系要即系讲翻晒啲即系阴谋论新闻，根本就冇可能会发生嘅。但系佢都会讲出嚟，其实我觉得好冇新闻价值嘅。咁点解会系咁咧？咁当然就系迎合翻你香港人嗰种逃避现实嘅心态啦。咁我之前都有讲过啊，就系如果你系一个本土派或者你以前系一啲勇武派支持者咧，你一早已经会有晒呢啲心理准备，因为从来都系企输嗰边噶嘛。香港乜黄丝有一个好大嘅问题，就佢从来赢开啊！赢开嘅意思就系、是，喂，就算嗰个立法会赢唔到过半嘅议席，佢永远都系即系泛民嘅多数啦，佢永远都系企喺个道德高地啦。佢哋唔会经历过嗰个逆境嘅，所以咧，当特朗普赢紧嘅时候，佢觉得，喂，我依家喺呢个胜利嗰边 winning side 嘅冇问题啦，输就唔接受，开始就去谂一啲即系咧，假嘅新闻，谂一啲阴谋论，想即系延迟面对现实嗰个时间。咁呢个梁启智嘅批判咧，我唔可以话佢错啊！即系呢个系呢班咁嘅侵粉咧，或者嗰班迎合侵粉嘅黄标 KOL 为咗呃佢哋钱咧，不停去塑造啲假嘅希望俾佢哋咧，系要承担呢个集体嘅责任。或者嗰班迎合侵粉嘅黄标 KOL 为咗呃佢哋钱咧，不停去塑造啲假嘅希望俾佢哋咧，系要承担呢个集体嘅责任。或者嗰班迎合侵粉嘅黄标 KOL 为咗呃佢哋钱咧。不停去塑造啲假嘅希望俾佢哋咧，系要承担呢个集体嘅责任。